可花苞丸子头寸头太修饰脸型了，教程来了。菱形脸跟方圆脸的姐妹一定要试一下这个花苞丸子头，看一下我的脸型啊，我是披发的话就视觉上脸型很不流畅，除非我给它全部挡住，但这样就显得头很大。然后如果我把耳朵露出来，我的颧骨就很突出。但是这个花苞丸子头就超级的修饰脸型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要把这个头发给它梳顺了，不要让它打结。后呢，你就拿那个玉米夹把你的这个发根啊，去给它垫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垫过了。根据你刘海的一个情况给它分一个区，我是属于发量比较少的嘛，但我就有的时候会戴这个夹。 整个人就很显贵气。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重大场合啊，要去约会啊，要去怎么样啊，都可以用这个发型，就是一整个迪士尼公主。